盘点十四个人类社死瞬间，带大家看看我跟我弟是怎么过夏天的。Hey Siri， 我长得帅吗？你长得跟狗一样。你们男人都喜欢叫你们哥哥，是吗？扯淡了。你不喜欢啊？不喜欢。那你喜欢叫你们什么呀？叫爸爸，叫爸爸。你看我新买的激光表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，好看你。你是有什么大病，把人家使烘手机？到哪里？到哪里？到我脑壳干嘛？这种问题咋问？怎么？做好了吗？做好了。抱住我的腰。嗯。你腰在哪里啊？全身最细的地方。哎呦我的妈！小妹妹，你抓铲头。媳妇你干啥呢？给你做好吃的。哎，快把我一把都拉我过去。你是心动啊，你有男朋友吗？还所有杀。哎，我没有男朋友。那咱俩走。哎，我现在没有男朋友了。